Hello，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李鱼。我们今天呢来玩这个史上最贱的网络表情包，史上最贱的网络表情包。我相信这个 Trophies Quest 就是史上最贱的这款系列游戏呢，大家都并不陌生啊，都知道它是非常非常坑人的。我们就进去看一下，这就进来了，这有一个电话，哎，我们接不接呢？这个人怎么满脸都是有痘子？哎，哦，不接就会输掉是吗？怎么长得这么丑啊？那我接一下吧，等他来我就接。好。然后呢？为什么呀？为啥输了呢？我说咋整？我现在该干嘛？我现在就乱点了，这个游戏就是乱点的。哎，嗯 ，What？ 我不知道我是怎么过关的。下一关，嗯，这有一个房子，点这个房子肯定行不通的。你看，这么明显的按键，出了一个这什么玩意儿？再点它一下，哎，哇，过关了吗？啊，并不能，所以说我们是要帮助这个蓝色的小人是吧？那我点一下这个房子，出来这个老头的话，我觉得不要点这个老头，还要点这个房子。好，踹倒他，我们再进去。为什么每次都乐得那么，学不上来啊？篝火，这地方有森林，这是这个表情包是我们熟悉的 doggy 啊，有管它叫 dodge 的，还有叫 doggy 的，还有叫 doge 的，我都不知道它读什么。点这个人，点这个人，点这个狗，点这个篝火，点这个木头啊！给这个木头，哎，我怎么把火浇灭了？你在逗我？好吧，那么这个应该是考验我们露营的常识吧？烤口肉行吗？点狗不行吗？凭啥我的狗和这些人穿这么少？这人穿羽绒服啊？多点几下呢？不停的点它，不停的点它！哇哇哇！这叫做屎的喷泉！哎，这怎么回事？公园里有一个找不到工作的大叔，这里我们有一个三明治，点一下。哎，哇，躲开了我的三明治，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我给你吃的。哎 ，Why？ 为什么我过关了？不管了，下一关，这是要救这只小猫是吧？来来来，小猫快下来，给你好吃的，下来呀。Why？Why you don't give up？Why？ 然后该怎么做？哎，失败，还有这个时间限制的，这哎。我怎么拖出来了一个高个子的人？哇塞，我怎么只到他的膝盖这个位置？我都闻到他的脚有一股臭味，你知道吗？哎，啊，谢谢，过关了，他帮我把那猫拿下来了。然后，哎 ，Why？ 不是怎么回事啊？这个游戏就是让这个小蓝人倒霉吗？先把他拖出来。这边能拖吗？哎呦，我的天哪！不，这游戏有毒吧？弄出了个篮球场，哎，把我投进去干嘛？好吧。整到我了就过关了是吧？这有一个房子，点这个房，哎，怎么冒烟了呢？我哎，我点一下它就着火了，然后救护车来了，然后就这样被烧光了嘛。重新开始，左边拖，右边拖，上边拖，下边拖，啊，哎哎，你是谁？告诉我你是谁。然后这次呢？哎，哦，我懂了，这应该是国外的一个梗，他应该能使用这个火魔法还是怎样的？哎，这里面有一个大叔，你是熊叔吗？哎，我可以给这个动换身体和头的。哇，你这个制作的东西都是四不像啊，感觉像古代的麒麟。麒麟是长这个样子吗？我不清楚。那该怎么办呢？点这个大叔，他会张嘴说话，然后一说话就失败，是吗？那该怎么办呢？点这个门也是没有用的，唯一能点的就在大叔这儿拖，往下拖，上下拖，就不停的拖吧。这哎，可以给大叔换身体换腿的。哎呦！哇哦，酷，这就过关了。OK， 下一关，这个好像也是国外的一个梗，我不知道你们看没看过那个表情包，就是在有一个人在电脑前面玩游戏，然后突然间出现了一个恐怖图片，应该就是这个。点一下啊，没点一下这个红格子就会往前进，对吧？好，过关，出来鬼毒图片，哎，果然这个样子，哎，什么表情啊？一点感觉都没有。那怎么办呢？这个小猫和这个画能点吗？点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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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点到这个位置，貌似还是没有什么可以点的。再点一下，然后我们点这个，哎，点这个猫，哇哦！啊，我懂了，这个猫把它吓到了。OK， 下一关，这应该是一个问答环节。我怎么想到《爱情公寓》里面那陈赫那个？戳啰啰啰。那么下面有好几个选项，有戳头，有戳啰戳，还有啰啰啰戳啰。那我选第一个，戳啰。唰唰，哎，失败了。那我们选第二个排除法，
排除法怎么可能行得通呢？经常玩这个游戏的人都知道他肯定不按套路出牌的。我们来看这个画面有什么可以点的，左拖上拖下拖右拖，哇哇哇哇，变身了什么鬼，我就点一些答案然后拖他一下他就过关了。 OK， 这应该是最后一关，表情包都集结在这个地方了。 Hi， 我们的 Doggy 他只会张嘴在这里笑，嘿嘿嘿，会在这里笑。你们在玩啥呢？嗯，发牌糊了啊，那是打麻将，再发牌炸，全都笑了，这怎么回事？我们要帮他赢吗还是怎样？我觉得应该没那么简单，都点一下吧。哎，他也只笑一笑，拖拖，这个游戏我发现就是总是拖就可以了，拖这个拖这个拖这个拖。我们先呢发一张牌，这个哦，新桌了。那我们这个史上最贱的网络表情包就玩到这里了，也就已经通关了。非常感谢来收看这期视频，我是 Lewis， 继续保持微笑， Tomorrow everything will be fine。